好几名男子在 KTV 走廊推挤拉扯，不管后头朋友频频劝架，黑衣嫌犯就是不肯罢手，怒气冲冲朝被害人追打，双方从镜头内打到镜头外，黄姓男子愣在一旁，嫌犯又回头朝他同步猛 K， 吓得店家赶紧报警。有手机吗？你们刚刚留都有，都有。警方到场，动手的三名嫌犯还装没事，回到包厢唱歌，当场要求查验身份，还关上大门，要他们通通不准离开。一群人14号凌晨3点多到新北市三峡欢唱，不顾国内疫情严重，在包厢内大打出手，还把口罩都打掉了，恐怕成为防疫破口。喝醉酒，大掉，这边没有疫情，已经习惯了啦，喝酒醉啊，更加不怪了。年轻人啊，有时候喝酒会吵架。警方调查，这名嫌犯疑似有帮派背景，不满黄姓男子酒后乱搭讪，问他们喝酒开不开心，交个朋友认识一下。嫌犯反向不要来乱，手持扫把徒手围殴对方，被依伤害罪送办。依被害人指认，将犯嫌带反锁侦办，查救在场民众未戴口罩违法行为。警方调派警力，每晚8点到凌晨4点负责 KTV 守望勤务，不因疫情有所调整，反而嫌犯没戴口罩可能挨罚15000元，就怕一伙人唱歌群聚没做好防护，处理远景。也很怕时时不能松懈。记者王志文、卢雨欣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